你执着后世传颂之名，求位列仙班。你想跳出三界之外，图个清净自在；还有你无所挂碍，吃顿饱饭便善哉善哉。可我早就看穿了你们。 满嘴的情怀大义，一心的世俗名利，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笃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。<笑>可悲的奇经人呐、啊，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，终有一天，他将化为修行路上。
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畏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变！盂兰会上，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，放情纵欲。要我说，放屁。三界四周，自杀生仇恨，无止息，无头大，强弱如我何意？不邪淫，一切有情皆孽。无妄语，梦幻泡影；不禅求，犹不长落无常；不单乐，方华差；不贪眠，无苦不得解脱，无纵欲，诸行了无生趣。
既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有了此番轮回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